高科技的机器人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，其实不然。日前，南昌市一家餐厅高薪引进了两位机器人服务员，为顾客端菜送水，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市民。眼前这两台扮相相当可爱的机器人，就是餐厅新引进的机器人服务员。据餐厅经理介绍，这两台机器人是最近餐厅老板花10万元从深圳买来的。它能沿着地上的轨道，把菜品从厨房送到各个餐桌前，再由服务员端上桌。接到指令，机器人服务员一边端着菜，一边唱着歌就出发了。遇到人多挡道，他还能很有礼貌地请人让道。既有礼貌，又不偷懒，还不用付工资，这么好的服务员真是很难找。不过，经理告诉记者，虽然机器人服务员敬业又不用付工资，但服务员并没有比之前减少，因为他们效率实在有点低，特别是顾客很多的情况下。虽然现在这两个机器人笨手笨脚，不能完全取代人工，但很多顾客也相信，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应用于日常生活。